那个直接讲进来，直接讲过来。啊，是直接讲过来。那个直接讲了，把他冲开了。你看他开车，他不就过来了？对，有一个纸出来了。哎，有个纸出来。听能懂吗？说实话，别说你满意了，我的感觉都可以，是吧？嗯，我都觉得可以。